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 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！还好没交闪，这不要是上头交闪，好像杀不掉了。 枪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 拿个消消气吧。你在玩什么呢？ 算了算了，交 TP 了，这波应该是越不了的。 28刀，他是红开的，我操，漂亮，打得好吧。
等那个，搞不了的，不能刷血瓶了，兄弟。不让刷了。麻烦不断。 33刀，看看他28刀，28刀上波死的，31刷了一组野怪。 nice， 都是我的。这把好像节奏还可以。哎呦，我红。 反正就挑战可以，但是不能刷血瓶了，好吧，不能刷了。我实在不行，你们想靠就给你们搞个高单局的挑战嘛，我就搏进一下就搏进一下的号都就不打了呗，好吧，然后上到大师，可以吧？ 就还是打，但是就加个挑战嘛。 每天播的时间会长一些，不挑战，每天播6个小时，挑战每天播10个小时。就自选吧，打自选吧，好吧，就自选，咱们定个目标，啊，就自选，然后只打只抽搏进以上的号，搏进以下的号就。 就不打，好吧，上到大师，可以吧？就纯自选，想打哪打哪。但是大师局我可能需要备注一下，就是如果说有很明显的那种明眼行为，我可能要换号。对，这个我觉得我到时候得加一下。 反正也是打高分段。 不搞复刻，兄弟们，不搞复刻，也看腻了，搞个自选嘛。我自选，我给你打中单，打打船长这些英雄，不要每天就打野嘛，对不对？就铂金以上大师，就大师也可以打，好吧。但是我就加一句，遇到那种明眼的明送的，我就直接换号。
你们可能理解不了，号主号主是能看得明白的，放心，这个不用你操心。我只是说这一下，我得加这一条进去。谢谢敲可爱的这个年度票，谢谢。放松，兄弟。九级。龙拿到了还行，但这把 C 的压力比较大。不过这一把总不是打野差距吧？螳螂零二幺啊，兄弟们！好，艾克没有一技能了，这是一波机会。这个600块钱是一个机会，他这波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把一给交掉了，那我肯定要办他一手。麻烦不断，回家吧。七级暗爪，七级暗爪，压他三级。这一波看能不能看不下路吧，局势不是那么的好。不要太明显了，先杀那个尸吧，漂亮！我这想补伤害，我怕他把下路给换了，我也没看血量。十级。螳螂70个刀，这兄弟的发育好差呀！OK， 打了个双招，点蜡好像没有叫，不确定。对面在哪呀？留不住，这确实是留不住。算了吧。螳螂78个刀。
漂亮，这不肯定是要 TP 过来支援我的，这个双 T 交的没什么问题，我真怕他们不交 TP 啊，这不交 TP 下来随便反打的，踢下来就好办了，拿小龙吧，资源咱们得控啊，跟着资源来打。螳螂有可能又反我们上野区了。我觉得又反了，这哥们每次在我控资源的时候就偷我野怪。我惊讶，这大师300分左右的局吧，大师300分左右。300分左右，哦哟，哦，这么极限，下路我们，哦哟，艾克应该有闪吧。他一看就是想去换塞拉斯，大龙30秒，在这30秒钟的时间内我可以先去抓一个单带边线的人，可能是剑魔、嗯、那就是艾克了，我觉得他应该会往河道靠吧，他是没有带 TP 的，你知道吧？这是我的意识。我觉得他这波不会再带了。为什么？他带的是一个点蓝，然后大龙马上刷新，这个线他已经推过河道了，正常来说不会再推了，所以说只会抽三角草往他们中路去支援。这一波我就直接预判到了他的预判，直接在这里一波帅气的 AQ 啊！啊，对。和平。他们不可能拉龙的，拉龙非常的慢，拉不了。这里应该有眼吧，对啊，
没有眼的话，他是不会在那里隔墙站着的。搁那装没眼呢。哈哈，来！这不不追就好了，这不大龙有了呀。不追就好了，大龙有了呀，兄弟。哎呦，蛮可惜的。还没追吗？一个人追到人家这个河道扫中，我拼拉都拉不回来啊，哥们。拉都信号都拉不回来，你还没追，把这波大龙给搞的就是没拿到。这波大龙挺可惜的。拿小龙吧，小龙小龙，这波不需要怂，直接下去打一波 AOE 伤害，把对面全部打残就行了。坏了，哎，犯了一波病啊，这波犯了一波病啊。这波犯病了，去打一下吧，操作一下。剑魔没大好像。没事，还是能操作的，还是能 C。OK， 打个闪，是不是应该推上路的外塔呢？我觉得这个塔可以考虑推了，把他抓了呗。哇，兄弟，走吧，这不用选，就看从人家眼上过去的，
从兵线上过去，这个好像没啥太大的必要硬去，抓不到。剑魔大概率手里是还有闪的，没有看到他交闪。试试我吧。OK。这没办法，全部交闪了。艾克没闪 ，EJ 没闪，剑魔好像也交了闪，还打吗？这波应该不行啊！哎呀，回家补个装备。补个饮血剑，该算是旧账。永不动摇。三郎应该是被他反掉了。这波小龙马上刷我们，我觉得我想蹲一个人找个机会。我觉得正面五 v 五赢面说实话没有那么大，五 v 五。我想先蹲掉对面一个人，然后我们再去拿小龙会比较好。他们这波应该有人会来做视野 ，EJ 没有闪，艾克没有闪，不着急，我们等拉克斯。看见没，兄弟们，这就是我这一波来这里的意图，就是这样子。因为他们这边小龙坑应该是全黑的，他们需要来做视野，那做视野就会给我一个蹲人的机会，就是等这么一波机会。然后这一波就四打五，哦，五打四，五打四，这波小龙对面应该不敢跟我们接。对，而且他们没有视野了。这个没有闪，直接杀。我有重伤的，没事，他吸不起来。OK， 小龙，这个我追不到了，我就控小龙吧。这就是找回了一波节奏。这拉视野拿了个大人头，不错。可以吧，兄弟们？就是这种找机会啊，像这种支援团，像我们这一波去蹲对面拉个狮子，就是一波找机会。当然有可能你会被对面抓死，说实话，你有可能会被对面抓到的，抓到了就挨骂嘛，就背锅啊，就打野差距了。但这种事情也得去做。正面团我五 v 五，说实话，我觉得没有那么好打，没有那么好打。但你这样子蹲掉一个，我觉得就好打很多。我就喜欢这么玩，我一般我都喜欢去野区找一下机会。找到的话就赢得很轻松，被抓了就背锅，有风险，有风险，但是回报也不错。回家买个药，准备大龙，做大龙视野。谢谢七叶的年度票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只要一下来，对面压力很大的。坏了，坏了！这他妈我被打断了，兄弟！
四位是能打吗？好像不是很行。哎呦，难受啊，兄弟，难受啊！我这波上的也没问题吧？上的真没问题，我这波把艾克瞬秒打 波 AOE， 我想走，啊，主要被打断了。 哎呦他妈的，这真不叫搞！我操，这也能称之为搞吗？这刚好被打断了，我有啥办法，兄弟？这波位置机会找的他妈找的爆炸好的，确实是人家他妈刚好被打断，刚好被打断，就真的刚好被打断。 蛮难受的，这位置太好了，我都理解不了，这怎么就是死了就是搞，他妈死了就是搞，他说啥呢？ 这也叫搞吗？啊，这也叫搞吗？老子抓到机会全是我找，死了就是搞，他妈老子抓到机会你们咋不扣六呢？啊，抓到机会就是应该的，我他妈只要死了就是搞事，所以说嘛，这就跟我刚刚说的话是一样的。打赢了都不会觉得是你打的好，打输一打输就是你的问题。啊，这也叫搞是吧？我真的是服了。 来嘛！妈的 ，fuck！ 中推吧，中推，这波蛮可惜，我刚好没平 A， 被抢了，但是人都杀完能破他们一路，破一路，没问题的，蛮可惜啊。 回家吧，队友的装备等他们装备拖起来了，拿个红 buff， 打字，打字，你这种也给也是给打野压力啊，没有必要的。谁不会犯失误啊？是不是？一犯失误就要打字压力你一下，没必要啊。那你们他妈这么菜，我也没打字压力你们呀。咱们吃再多经济也是咱们自己打出来的经济啊，又没有去伤他们线，全是自己打的。
幽梦换无尽，我不喜欢换无尽。我说实话，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六神装，我觉得幽梦的伤害不比无尽低啊。不着急，我看他们敢不敢推。敢推直接落后。EJ 没闪，能走吗？先拉一下。队友呢？能支援不？我的。太难了，真他妈太难了。哎，不过好像还有啊。鳄鱼都出了赏金啊。装备都不好换，说实话，现在装备都不好换了。